请最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最大德翻开《大般涅槃经》经本第651页，我们今天从651页经文第十行，经文第十行上面，云何于无量义说无量名？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651页经文第十行上面，云何于无量义说无量名的云字起。云何于无量义说无量名？如佛如来亦名如来，意义名义，也名阿罗诃，意义名义，也名三藐三佛陀，意义名义，也名传师，也名导师，也名正觉，也名明行足，也名大势至王，也名沙门，也名婆罗门，也名极尽，也名施主，也名到彼岸，也名大义王，也名大象王，也名大龙王，也名师言，也名大力士，也名大无畏，也名宝具，也名商主，也名得脱，也名大丈夫，也名天人师，也名大分陀利，也名独无等侣，也名大福田，也名大智慧海，一名无相，一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意义名义。善知是名无量义中说无量名。我们继续前面佛陀为迦叶菩萨说明，佛陀为了广度众生，而众生依他所居住的国度民情风俗不同啊，所以都有地方的言语，他的习惯，还有依于众生的认知的不同啊。比如有对这个名相他容易理解，那有的同样对这个名相他无法领会，所以他必须用另外一个名相，也许他就能够体会得到佛要所说的真实意啊。啊，佛陀他能够知一切众生根性，所以他能够因材施教，对机说法，所说出的法一定对那位众生依他的生活习俗，依他的认知条件，依他的国情啊，还有他能够接纳的程度啊，能够说出契理契机，让他能够修行起来非常容易轻松的法义，让他能够实践了。所以佛陀需要以一名中说无量名啊，就是在一法中说无量法。像涅槃，我们星期二的解释各种名相啊，或以义中说
无量名，或者有一亿，啊，像第四天，啊，你看就无量名啊，在第四天，也名因陀罗，也名乔斯迦，也名波揭婆，啊，那名相非常多，这是地方他称第四的那个名称不同，所以就依地方称，啊。这个名称名号不一样，一地方的民情风俗而来说这一亿的第四天王的他的意义啊，所以一亿中说无量名，以无量亿中说无量名，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以无量亿中说无量名啊这部分，我们请看经文651页第十行的上面，云何以无量义说无量名呢？如佛如来义名如来义义名义呀、啊。那什么是无量义说无量名呢？这个字叫无量义呀、啊。那这无量义、啊，那当然啊，他要说明这无量义，当然要无量的名号。各有他表达他某一个从他体大向大用大的角度啊来做说明，所以从无量义中说明无量名，或者就举个例子，像佛跟如来也名如来，佛跟如来，佛我们一般只是觉得觉也，佛则觉也，其实佛这个字啊是无量义啊啊，所以我们对佛这个字啊有十种名号，那这十种名号我们在前面本经的前面也都分别解释过了，而这十种名号这个十并不是真正只有十，十是表法的意思，表示圆满啊，像我们讲这个十玄门啊，天台这个华严宗讲十玄门，这种玄门岂止是十啊，讲不尽啊，不可思议的境界是讲不尽，用十这个总标舍一切不思议的境界啊，叫十玄门，所以十是个表圆满的意思，那圆满就无量啊，无量无边啊才是圆满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佛字啊，虽然我们一般就知道是个觉啊，但是有十个名号，有如来啦，啊，有大丈夫啦，天人师啦，佛的世尊啦，啊，各种名号都有。所以这个佛本身就是无量义啊。那佛跟如来，佛是从相上来做说明的，啊，从相上来讲佛。一讲到佛，我们知道。他具32相80种随行好，佛啊，相庄严啊，所以佛来，你在定中或者是在啊，你在睡梦中，佛来看你的，如果是佛现个比丘来的样子来，你一定说哦，那不知道是谁；如果是佛现个穿西装戴领带的，你说他这里起沙朗，对不对？啊，你绝对不认得，但佛现他32相来，哦，佛来看你呢，你好欢喜啊，感应道交，所以佛是从相上讲，所以佛呢有定相呢，啊，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好清楚啊，若以32相，啊，不得以32相见如来啊，这32相是虚幻相啊，那真正的佛相就是我们自信了。啊，那我们因缘成熟，佛从真如自性中示现32相的应化身啊，这报身来教化众生，所以佛是从相上说明，他是从形象上32相80种随行好。啊，如来呢，啊，也名如来，那如来就是从体上讲的，这第一空，空灵不灭。这如来就是我前面跟大家介绍的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啊、体肉珍藏不拘文字、啊、
这个真的要熏啊，啊熏也要去实践。这个实践的因缘，它慢慢成熟，慢慢成熟，你才会看到。其实我早期啊，我在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我也说到了，见就是信，闻就是信，啊，这个见闻觉知都是信，其实没有感受到。那时候讲了，对啊，没错啊，对不对？见就是信嘛，就是灵光主要迥头跟着你的见闻秀长觉知，你的分别，你的一切一切都是他现出来的。但是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在闻慧跟思慧的闻慧入思慧的中间，所以好像有点领会，但是领会不深，但名相已经可以讲了。所以你看那楞严经这么久，从楞严经讲到这部分、啊、你看慧四科俱增，俱增圆章七大俱性，对不对啊？告诉你的见闻秀长觉知，通通都是你自己的这灵光独要迥脱根尘，就是你的见性、啊、可是没有感受啊。所以是从闻慧乃至于接近思慧的程度来讲的，自己没有领会啊，所以你怎么起观照？没办法观啊，根本来不及观啊。所以后来入了思慧以后，哎，这个很清楚了，但是你还是感受不到啊。所以我说，当你能够有思慧，知道这个道理已经很深入了。有悟处了，解悟了，啊，就境界中一定要去实践，去观照，观照理想，就重要最重要的理想。这它是幻化的东西，是我自己自心变现出来的。我常常，跟大家说明，像，啊，一个人很会用尽脑筋思维啦，斤斤计较，等到老人痴呆症，什么都不认得了，可见了。真的是外无一法可以建立，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啊，所谓世学就告诉你认识这一点啊。你所认识的境界，不过是你第八识啊去分别，第八识的见分所现的相分啊，对不对？所现的相分，第八识演的是根生器界，但根生器界总之是让它生灭相续，但根生器界对第八识没有我法二字是没有意义的，相当白纸啊。但是第八识同时升起的七转世再去演的这个身心世界，就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恩怨亲仇人我是非利害得失统统跑出来了，因为第六识跟第七识都有我法二字啊，还有分别啊，我法二字啊。尤其第六识不仅有寄生我法二字，也有还有分别我法二字啊。那前五识必须以第六识为五基意识啊，啊，必须有第六识跟它呼应，它才能够起作用啊。那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啊，所以前七转识所分别的正是第八识现的根身，自心圣的根身器界啊。所以你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啊。当你体会到这个境界了，哎，也在知道这个见就是信，闻就是信，你就要起观照，观照到某个因缘的时候，它才会现前了。现前了，哎呀，整个境界的灵光独要，迥脱根尘，所有的境界，包括你觉得我有身子，我有肉体，我有水，我有亲戚，这是我的亲戚，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冤家，这是我的不动产，这是我的汽车，哦，这个好，这名牌，这是什么样，全都是你灵光独业，灵光独业现出来的。那为什么你会去分别？就是因为你有习气啊。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知道了，感受到这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心了、啊。这个时候你再来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外无一法可以建立，都是自心生万种法”，非常的贴切啊，完全都是自心、啊。但是这种现前的时候，所有的念头会一下就放下，一下就放下了。可是它会退掉，退掉会回来，退掉会回来，退掉会回来，回来久了以后，哎，它不会退掉了，不会退掉，久了以后，哎，你就开始可以，像我礼拜二所讲的，根本自观空，后朵自观是，这套用唯识学的理论的说法，为什么它空呢？因为就是你这空灵不灭的自信体现出来了，现出这好坏美丑是非善恶，
对不对？我喜欢我讨厌都是他献出来，这是灵光独有献出来的。那为什么你真的会喜欢讨厌你的习气呀、啊？你知道灵光独有是你的佛性啊，但现在起了浪变成了习气了，这浪的习气让你觉得真的有我喜欢的，我讨厌的啊，这个名车，这个名牌，哇，这个豪宅，这个什么有种种的分别啊。啊，你知道这外无一法可以建立多事自心生万种法的时候，哎，对不对？哎，你就知道这都是我自心现的啊，我自心现的，所以你根本自观空，这些都是空的。所以呢，你那些所见的这些境界，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自己了无分别，就变成扣得智啊。这当下就是般若了。如果你能够这样观，它体性就是空寂啊，它接触会现出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那为什么你可以做到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因为它是从空灵不灭的灵光独药迥脱根尘体若真常坚韧的觉性变现出来。所以这时候你在回想你以前在讲见就是性，闻就是性，接触就是性，见闻修长觉知性，哎呀，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啊！一切思维都是他，离不开这一念的心性啊！啊，这离不开的心性啊！所以这个信就是如来啊，你要知道啊，你这样修学，你就很容易见到了自信密陀啊，觉啊，他就是觉啊，觉了一切法，可是不染一切法。所以当你一起观，般若就现前了，般若啊。般若就现前了，般若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一切法但随众生的分别。因为它非一切法，为什么？它就是你空灵不灭的心性现出的幻灵，因为它是活的，它具足万法，它的生命体啊，对不对？可是因为你无始劫的习气的迷执啊，所以才会执着以为是实有的。现在你知道了，你就可以放下，放下就解脱，放下就即空即假即种，放下就是般若波罗蜜，你所认识都是般若啊。所以呢，见到自信密陀啊，那你知道他就是像，他的清净无相啊，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境界的清净相啊，唯心净土啊，他就是你的心体啊。所以这如来就是从心体上来讲啊，心体上是第一空啊，啊，但是你讲体当然它也有用，对不对？因为体用是离不开的，所以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你把它合起来就体用了，不能只是讲啊，如来是空寂了，不讲用，用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好清楚啊，啊，用了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是他该怎么做，啊，他明白在人间法界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在天上法界随天人的分别而分别，啊。在轨道随轨道的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因为他具足万法能生万法，那理具三千四造三千、啊、那用的是理具，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提，我们用四造就起心攀缘的旧习气了，那就是九法界的自见了、啊，自见了、啊。所以你看，佛名号这么多，如来也是这么多的意义啊，意义也很多啊，不能只是讲哎，空寂的提如来。我是随便这样带一下子，要再解释如来也是讲不尽的。你看他变现了十法界三千诸法，这都是体性变出来，都是一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性，这念的性体，这念生命的体，变现了我们有情众生的佛性，也变现气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啊，你要知道，这些声音光线什么都是他变现出来的，都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去变现出来的，所以七大的如来藏变现出来的。你先体验到的东西是先体验到灵光独药迥脱根尘体若真常这个佛性，你这个完全体会到的时候，再深入你就完全再会去感受到色声香味触法也是他，你的矛盾就消除了，否则你还是会有点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色法跟心法融不进去啊。那、啊、为什么都是佛性，都是觉性，融不进去啊？但是你这个佛性如来，你真的入了修所成慧了，然后越来越纯熟，越来越靠近，越来越近了。你接下来色法也是如来藏妙真如心，你也融进来了。你看那个坚硬的石头，哎呀，它扛一扛的，它也是这个空灵的性变现出来的，心色二法都空了，你就会感受啊。所以这是有修行的次第，都是要去实践你才行啊！
没有时间啊。你看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就可以讲，但是讲了没有感觉啊，有一点点体验啊。所以我说我现在在回想以前在讲，见就是信，闻就是信，接触就是信，是见人接触的信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是闻所成慧，切入思所成慧的 接近点而已。你看，你看我讲那么多部，从《坛经》《金刚经》《圆觉经》啊，《圆觉经》然后八十规矩颂、大圣起信论，然后才楞严经。你看讲这么多部的楞严经，所以我终于想到，为什么我到了啊楞严经讲完了，讲这个楞伽经，好、哦，楞严经讲完讲楞伽经，楞伽经讲完了讲维摩诘所说经。你看到了讲维摩诘所说经，已经快讲完了，我才有办法放下来，我有过放下来，才开始入比较深的思索忏悔。所以我以前经常都是以身住心观境、哦、那是生命对待的。到了真正体会到空的时候，思索忏悔对空性的体会，故意放下来，对不对？这是一场空，我根本去压它，不要理它，妄想不要理它，才那个力量才一点浮现出来。所以到了深的思索忏悔的时候，那个力量出来。哎，你看，到了，然后维摩经讲完了，到了讲大波涅盘经，我跟你们讲，我真正入修所忏悔，一点都不假。这个达旺你会堕地狱的，我跟你讲，你知道？但是我还没有办法全稳住，它会退会进，会退会进，会退会进，会退会进的，越时间越长，越长几关照就有了。关一件事情，当你心里动，一当好假康，因为它是我的灵光毒药所现的，啊，对不对？它的境界是谁？因为它本来就具足万法，人生万法，对不对？你马上可以离相，离相就是般若啊，观照力量就有了。所以都是要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哈，李居士这一本一定要入啊！你看我到现在这本经已经讲到接近五分之四了，我才有这样的一点的修所成慧的感觉啊，所以自己修到哪里，自己的入了所进的境界，自己最清楚。我告诉你，弄没好小，只是你还不到那里，你就把前面浅浅的都以为我境界很高了。其实你还没到这里啊，到这里的时候才再来反照你以前。哎呀，以前是在文会时候讲的、啊，刚好接触到思所成慧的一点点而已啊，是那个境界所讲的。现在的感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真的有感觉啊，真的有感受啊，哎，嘿嘿，啊，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归你啊，你看多少年，这部《大波涅盘经》很好，他讲佛性，我到了五分之四，现在才讲，我敢在这个地方讲这种话，你就知道，绝对不是在打妄语的，你呢，所以你才有这种感觉。所以光个如来啊，光佛如来，你看我解释这个如来，就这么多的注解啊。所以一个义，这里讲无量义说无量名啊。那无量义说无量名，这每一个无量名也无量义啊。你看，这都互相无量义说无量名啊。无量义佛无量义，说了无量名的如来。这如来也无量义，通通都无量义无量名，每一个名相都无量义无量名，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如佛如来亦名如来啊，亦亦名亦啊，你看那个意义不同，名也不同，你看佛跟如来啊，对不对？名相都不一样。但是它的意义呢也不一样，如来是从相上讲的，啊，它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啊，相好光明无等人，哎，佛，对不对？而如来是体性来讲，从空寂的体性聚恒沙妙德，那体空寂啊，如来是从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的，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所以啊，这个意义名义啊，它的意不一样，名称也不一样。而虽然意义名义，但每一个字每一个名都具无量义，互为无量义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佛字不容易理解啊。所以为什么当你对这个佛字完全理解了，你就念佛成佛啊，它有无量义啊。而不是光有阿弥陀阿弥陀就成佛，哪那么容易啊？你没有教理的熏习，你怎么入理一心呢？啊，所以你看，光一部《阿弥陀经》，有从般若角度的《阿弥陀经要解》，有从天台的角度的《阿弥陀经圆中钞》，也从一真法界的角度的啊《疏钞》《阿弥陀经疏钞》。你看他的境界怎么提升这么高啊？但是如果你真正把这佛字的无量义理解了，真的是念佛成佛。这个佛字的无量义的了解呢，一定要有这修所成慧才能够理解。你在思所成慧了解的也是一个有限度的解释意思而已啊，不能达到无量的义理啊。所以意义名义啊，也名阿罗汉，你看阿罗汉，阿罗汉啊，叫做阿罗汉。阿罗汉呢，意义又不一样啊。你看，它叫应供，叫沙劫，叫无生。而阿罗汉的这个无生，并不是说见现象界及本体界的无生，不是见到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不是见到这个境界啊。不是见到十方法界三千诸法体的如来藏啊，现象即本体啊，所以生就是无生啊，不见一法生，也不见一法灭，因为他体的如来藏啊，就好像你梦醒了，梦没有醒，看到哦啊，梦境里面哎呀，有吃喝玩乐啊，有生啊，有灭啊，醒过来从来没有生，因为他都究竟就是心啊，所有的境就是心，所有的梦境就是心。但因为梦境醒过来了，梦境都不见了，就是空寂的心。但是现在这个眼前是跟大家同共，梦境是你自己的无法二字啊，醒过来就没有了，就跟大家同共了，你就看到了现象界的本体界，当体即空啊，你就看到。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跟大家讲，你一定要先从灵光独药迥脱根尘。体肉身藏不拘文字，这里慢慢慢慢熟，慢慢慢慢熟，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先从觉性佛性这个角度来看，慢慢才再把色法融进来，才能够体会到色身香味触，原来这些固体一体三合大地日月生成，当体即如来藏，当体即空，当体就是一个性，你才会更深切的感受。否则还是有很多疑惑啊，很多疑点的、啊。只是你不要看在上课，在讲课，如果没有入修所成慧，他疑惑一大堆，只是拍写讲这句啊，对不对？你唔知啊，就真闹鬼，对不对？真的很多疑惑，真的。我以前很多疑惑啊，但是我也不敢跟你们讲，我好多疑惑啊，三年糟糕不半夜。你都有疑惑了，我还得听你讲，对不对？但是你在进步啊。所以一定要先了解呀、所以啊，这个啊，一名也名阿罗哈啊，阿罗哈在阿罗汉，你看他的翻译都不一样，应供、杀劫，把烦恼劫的见思烦恼都杀光了，还有就是无生啊。你看在原始佛教里面，阿罗汉。辟支佛，佛这三个位阶，是究竟即佛，在藏教里面呢、也有菩萨，但菩萨还在修行的位阶，还在修行的位阶，还不是在究竟佛位的境界，所以藏教主要是教导声闻缘觉，而旁化菩萨，通教是主要是教菩萨。旁化声闻缘觉，比较都主要叫菩萨，到原教主要叫一佛身。但是在藏教里面，佛也称作为阿罗汉。
叫他大阿罗汉。所以在藏教里面，只要称他大阿罗汉，那就是菩萨了，也是菩萨的啊，大菩萨的一个译名呢、啊，所以啊，译名阿罗汉，意义名义啊，所以佛是觉也是如来，阿罗汉应供无生沙劫，你看这个意义都不一样了，啊、名称也不一样了。也名三藐三菩陀，这三是正啊正，三藐藐是等，正等三是正，佛陀是觉，是正等正觉。这个等啊正等正觉是真正的架杠啊架白标准的标准啊，正真正的藐是指所证之理呀、啊。一切诸法之理，空寂之理呀、啊，所证的真的这个境界呢，三藐三佛陀，这个正等正觉，真正证一切万法的真相呢，空寂之理呀、啊，啊，所以这个三是正，藐是等，等是所指如来所证的之理，一切万法之理，理空寂呀、啊。啊、所以真正觉悟了一切万法的真相、啊、三藐三佛陀 啊， 啊你看三藐三佛陀这么做解释跟佛只是一个觉知啊，他没有讲到这一切万法的他呢所证的真正的理啊，诸法真正的空寂的理啊，所以你看这个佛字啊也名三藐三菩提，意义名义啊，佛跟三藐三菩提名称名号都不一样，他解释出来意思也不一样啊，啊，也名传师啊，这佛这个字也叫做传师，那导航传师就给你导航了、啊，啊，我们导引导航，他引导这艘船。他不会去碰到暗礁，不会去掉入漩涡，不会去碰到台风巨浪、啊、很安安稳稳的、啊、能够周游世界、啊、平平安安的周游世界 啊， 啊这个船是很重要，你看好像麦哲伦发现新大陆是不是啊？是麦哲伦的是不是啊？你看他就是绕地球 一圈，马哥波罗了，马哥波罗是绕一圈，啊，你看，如果他碰到了这个飓风了，是漩涡了，暗礁，他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他的发现呐、啊，不能发现这个我们地球的真相，原来是圆的，啊，那麦哲伦发现新大陆，如果他的船，啊，这触礁了沉了，他怎么就发现新大陆啊？很在那时候人类比较少啊，都是靠近航海家去发现新大陆啊，啊，所以你看，佛陀就是发现了新的智慧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新的智慧，我们都是妄想分别啊，这种智慧太有限了，那真正的智慧在你的心性里面，聚恒沙妙德，圆照十方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你看我在礼拜二也说了，我以前看经文里面上面写的啊，这个世界的星球有像琵琶形的，像那个胡琴乐器的琵琶形的，也有像哑铃的，像骨头的哑铃的，像金门的哑铃的，金门的哑铃的形的，又椭圆形的，又奇形怪状的形，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个世界的星球不是都是圆的吗？要不地心引力在就把它阴成阴了呢？佛在经上讲、啊、他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星球各形各样啊。哎，我都看到那电视那个第十八台的二世啊，他在讲我们这个太阳系的，真的在土星，土星五个土星环对不对？他旁边有很多。
好几个卫星一、卫星二，它的卫星一、卫星二也是以前星球爆炸爆出来的，真的有椭圆形，椭的长长，比橄榄球还要椭圆，还长，也有哑铃形的，嚯、哦，还有好几种，看到世界这种那个、星球，还有奇形怪状的那个星球，他说这个星球大概有几千万吨或者多少的，那奇形怪状，啊。那个科学家才报道，当这个星球，我记得是半径不是直径吗？半径如果是在600公里以内，它就不容易被它自己的引力把它引成了圆形了。啊，如果它是超过了600公里，那就很大，直径就超过1200。我们地球的半径是6000多公里嘛。地球的直径是12000多公里嘛，半径是6000多公里，它的引力就可以把这个球变成了圆圆的，啊，那月球也超过了600公里，半径超过600公里以上，所以月球也被引力引成圆圆的。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距离，它引力不够。所以引力不够就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圆了，就是有那么多奇形怪状，就是这个道理来的。你看我们的科学家现在可以解释，可是在佛经呢，佛陀在那么早以前他都说明的这么清楚啊，这星球各种形状啊，哎，那我们终于知道啊。所以佛因为他是个传师啊，他可以发现新大陆啊，他可以发现地球是圆的啊，可以找到好多宝藏啊，对不对？所以像传师一样，如果这个传师啊，他不知道这种海水的情形啊，底下的暗流等等，根本没有办法发现新大陆，不能发现地球是圆的。就好像佛陀啊，他是大传师，开发无量的智慧宝藏，就是我们的心性，所以也名传师，他可以导航。哎，他自己成就了导航我们，他自己完全了解的导航了我们，大家也完全成就如来的智慧，所以一名传师啊，一名导师啊，啊，也叫做导师啊，引导我们能够断除一切烦恼，能够出三界了生死，然后破无明正法身，成就无上佛道啊！所以也名导师啊，也名正觉啊！啊，这正觉，正觉位是阿罗汉，阿罗汉名正觉啊。那菩萨是正等正觉啊。那究竟佛位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正等正觉。是分正无上正等正觉啊，那所以正觉位是这个阿罗汉，所以阿罗汉叫正觉位，所以在藏教里面称佛陀也称之为正觉位啊，啊，因为同阿罗汉，所以也名叫正觉。你看佛是啊，跟阿罗汉这个名相差那么多啊。所以啊，这也是无量义说无量名啊，一名名行足啊，这名行足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名这个字就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行是指戒定慧之行，足是圆满的意思，如来。实践戒定慧之行，达到了自己圆满、开悟自信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一名明行足。所以你看，在明行足里面有修有证。那佛这个字就是最高了，最高32相80种随心好。所以佛这个字跟明行足啊是。
意义民意呀、啊，也名大狮子王，啊，不仅是狮子王，啊，文殊师利菩萨是狮子王，啊，等觉菩萨，在文殊师利菩萨，他坐骑在狮子上，一狮子一吼，啊，这只教化众生，可以破除一切众生的烦恼。那如来是大狮子王，因为他可以教化等觉菩萨呀。狮子是王，他是大狮子王，他可以教导这个法身大士乃至于等觉菩萨，所以也名大狮子王。所以你看，佛是觉，大狮子王这个狮子王这跟觉是意义名义呀、啊，也名沙门。沙门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勤习，勤习的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勤习。那外道有一些啊，他见佛陀，他觉得他们境界很高，所以外道很多见佛陀，有的是直接拒谈，对不对？很不礼貌。但有些外道稍微客气一点，他会称佛陀就称沙门。当然佛弟子绝对不会称佛为沙门的、啊。啊，这出这个优婆塞优婆夷，我们都称佛陀啊，见了佛就顶礼啊，怎么可能会称沙门？沙门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所以这个称沙门呢，很多外道还对佛陀表示一点尊敬，就称沙门，表示你是你还勤修戒定慧啊，熄灭贪嗔痴的修行人。因为他觉得他很伟大，对不对？外道觉得他的成就啊，比佛高啊，所以这为什么那摩诃基次罗啊会来找佛陀挑战？哎，他也是觉得他境界比佛高太多了。他见了佛陀，名也是称祭坛，对不对？连沙门两个字都不愿称呢、啊。所以沙门还算这外道对佛陀或称呼佛陀的一种尊称啊。沙门，你是个修行人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等着沙门跟佛是自己圆满32相80种随境牢，这两个意境差太远了，所以也是意义名义啊，也名婆罗门。婆罗门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净行，清净之行啊，啊，也名叫梵行。梵行啊，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梵行是天人的梵行。但是我们在菩萨五行，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这个梵行，那是指不着相待两边清净行，不着两边中道不损，真正自己清净，所以真正到了梵行，那是无功用行啊，啊，没有依靠啊，你有依靠怎么靠边呢、啊？你不是靠有就靠无啊？啊，那有的靠中，空有两边中都不靠了，这真正的梵行。所以如果是称佛婆罗门的梵行，啊，那这天行啊，啊，随顺自信啊。我们中国人讲天就指我们的离体啊，就指我们的真如自信啊，能够随顺真如正行，这梵行。所以在这里讲婆罗门的净行梵行，啊。这不是从外道的那个角度来讲、啊、那因为这个其他的地方民情风俗有些地方他们对修行人很尊敬啊，都修得很好的修行人很尊敬，都称之他为婆罗门、啊、因为他修梵行清净之行、啊、那所以佛陀来他们也称他是梵婆罗门，这是非常尊敬，而不是说是啊，你这婆罗门外道，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尊敬的意思。婆罗门，啊、所以他这个是净行、梵行、清净、高洁，有这四个意思。称佛陀是净行、梵行，又很清净，又非常的高洁。啊，你看我注解的这个意思，跟佛者觉也啊。
的意思差很远，所以这里是意义名义啊，也名极尽啊，佛证涅槃啊，无上涅槃，极尽永安。佛到哪里都给他觉得他非常的极尽，非常的庄严。而且你只要到佛的身边，你也会感受到非常的极尽，你的心也都安定起来了。所以大家见到佛都说：“哎呀，这个极尽之人呐、啊，到他身旁，你就自己安定下来，安静下来啊。”所以啊，很多这个求法人啊，经过佛陀一开示一说法，有的正悉陀洹果的正斯陀含，有的正阿拉含，有的正阿罗汉，是经上常常这样讲。为什么他极尽下来了？戒定才会开慧啊，所以依戒生定，依定开智慧啊。所以他的心定下来的时候，因缘就促成因缘的成熟。佛这一开始就像汽油去碰到火就爆炸了，智慧就开悟了，爆炸了，正果了。所以啊，夜明极尽啊，极尽跟佛意也不一样了，所以也是意义名义啊。也名施主啊，佛陀为什么称施主呢？因为他的四悉檀说法呀，悉是普遍的意思，檀就是布施，佛普遍的广大普遍的布施啊，无条件的有教无类无条件的布施啊，啊，所以这四悉檀就是世界悉檀啊，先让你喜欢亲近三宝，然后呢，个个为人悉檀，让你对三宝起尽信，能够对三宝深信不疑。你深信了，开始对治悉檀，让你对治你的烦恼习气呀、啊，最后才让你入第一义悉檀呢、啊，开悟见性啊，叫你见到自己的本地风光，所以称之为大士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叫做大士主？他布施一切法，可以让你成就无上佛道啊！所以名称为施主，是施法，也名道彼岸。他所施的法，可以让你得到解脱自在，远离生老病死三苦八苦无量苦的彼岸啊！可以得到解脱的彼岸。所以你看，道彼岸跟佛这两个字的意义也是意，这个啊，也是意义名义。你一个叫道彼岸，一个称为佛，也名大医王啊，啊，能够医一切众生的病。任何众生，只要你肯亲近接近佛陀，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只要你接近佛陀，最少都证悉陀洹果。那证了悉陀洹果以后，人间天上七番生死就证阿罗汉了。证阿罗汉回小向大，证阿罗汉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了。你只要普入法界行菩萨道，就一定证成佛果啊！所以佛是大医王，能够医一切众生，除非呢你不愿亲近佛陀啊！啊，像城东老母，佛也是一直要度他。东门进来，他从西门跑掉；南门进来，他从北门跑掉。啊，佛最没办法啊，东南西北，然后从空中也降下来，对不对？啊，这五个门啊，你空中也逃不掉了，我来帮你。这陈东南捂着眼睛就哭起来了，啊，所以没办法了。啊，佛不度无缘之人了、啊，他绝对不听。你有什么办法呢？只要你能够听佛的教法，是一定可以开悟正果的、啊。所以也名大医王啊，也名佛，也名叫大象王。这大象王这种印度的称名来讲，我们中国不会叫大象王，印度叫大象，因为印度什么相象哇，大象表示啊龙象啊，都法门龙象，大象的龙象，龙象不是龙跟象啊，对，就是像龙一样的象，非常有力量啊，力量广大的那个象啊。法门龙象就是你能够当个大象王啊，这样
一样啊，我们也称作法门龙象，那佛也称作为大象王啊，所以在印度也称佛为大象王啊，啊，他能够力道无穷啊，力大无穷啊，也名大龙王。这中国人喜欢龙，说中国人喜欢称大龙王，佛是大龙王，哎，对啊，那这龙在世界上啊，那在东方对龙啊都觉得他们很殊胜，但印度是比较注重象，中国人是比较注重龙，但是龙跟象在我们东方人来讲啊，都是觉得它非常的尊贵、崇高、力大无穷的。所以你看皇帝穿的衣服叫五爪金龙，对不对啊？那宰相是四个爪，他也是有龙啊，但四个爪少一个爪，力量少一点，对不对？力量小一点啊，所以也名大龙王，不仅是龙，而且是大龙王。大龙王跟佛那个意思又差很多啊。那大龙王力量大，可以当龙之王啊啊。也名施言，他能够施你正法眼障、涅槃妙心。这施眼之中是正法眼障，看什么？一看绝对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三轮妙用，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大用现前，不存鬼则啊！所以就施你的正法眼障。那这个大用现前，不存鬼则，这个大法眼啊，正法眼障从哪来？从你的涅槃妙心、清净无染、无所依止的本心呐、啊，两边不着，中道不存，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这样的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的本心中开显出来的。本经说到了十住菩萨少分见，到了别教啊初地菩萨，就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就了了见，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他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就在他身口意中三轮妙用整个体现出来啊！所以是了了见啊！所以也名施言，施正法言，也名大力士啊！啊，佛称大力士，这大力士的称号是大力，是力足啊，大力足，力足啊，这个。力士族了，力士族，力士族啊，在印度，印度的力士族，这力士族也信佛啊，也信佛，所以这力士族啊，他们很骄傲，因为没有人可以挡过他们，他们力大无穷，力士族啊，啊，那佛要入涅槃，他们都来平路，希望。啊，大家从这路上走过去啊，这个路很平，他们力量很大，力士族啊，啊，然后我们底下就会讲到，下一章就会讲到了，下一卷，佛，啊，来，啊，显神通力，让折服力士族啊，让他们很骄傲啊，啊，啊，看到吧，佛陀，哇、哦，这么神通广大，你看他的路上看那个石头，啊。这挖的越挖越大，越挖越大，挖不出来，对不对？这表面露出一点点，底下好大的，像冰山一样啊，十分之九就在地里面，挖不出来。或者说，你们力量这么小，怎么这些小朋友？你就算你又算什么了，对不对？我变了一个沙门，你可拿得起来？佛两只手头一夹，就把那个石头夹出来，抛在空中，哇，抛到了不晓得多少高，那些力士吓死了。为什么？我掉下来压了他们怎么办？佛陀一只手一接住了，放下来了。哦，他才知道，哦，原来佛陀现他的本身，原来他的佛陀，佛陀在为他们说法啊，所以他们称佛陀。大力士啊，对不对？他们是力士族，这个是超级大力士，不得了啊，对不对？力士族在对佛陀非常的尊敬，因为他们在佩服能够降服他们的人啊，力量比他们还大，所以啊，这力士族就称佛为大力士。你看这大力士跟佛这个名号意义都不一样啊，也名大无畏啊，佛陀能够破邪降魔啊。
啊，这魔现真灵相、引诱相，佛都不动心、啊、所以能够降魔而成佛道、啊、所以能够得大无畏的名号啊，啊以名宝具。这个宝具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证无上妙道，这无上妙道像众宝之具一样啊，每样都是无上之宝啊，都可以广度众生，都可以利要有情像宝啊。如果是我们很穷，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但只要给你一个钻钻石啊，十克拉的宝，哦，不得了了，对不对？马上现在十克拉可能要好几千万了啊。啊，十克拉钻石越大越贵啊，都算倍的，这样几倍的，你马上发了财了。更何况宝具啊，蓝宝石、钻石、什么红宝石都聚在一起了，嚯、哦，你不是不得了啊，是不是？像宝具啊，这表无上妙道，能够普度一切有情，自己能够以一切境界中得大自在啊，所以就叫宝具。那第二个意义是宝具是什么呢？就是见一切世界都是七宝所成啊，见一切世界的七宝所成，这七宝所成，这比一切世界都是清净庄严啊。所以佛到哪个世界都是清净庄严啊，到地狱，地狱是清净庄严啊，都像七宝一样的清净庄严啊。所以哎，也称佛陀为宝具啊，这是有两个意义的，一个是佛所证的无上妙道，第二是比佛到哪个世界都是七宝世界的庄严呢，都是非常的圣妙庄严，不可思议啊。也名商主啊，商主是领导，领导这个商队啊，啊能够这个到某个地方去营商啊，啊这个商主如果你带错路啊，迷路都饿死在啊，饿死在这个路途上啊，你看啊，像古代那个西域的沙漠，那一定要有个商主带着一堆的骆驼货，那个丝织品呢、啊、送到中国来啊，在中国的丝织品送到印度去啊，印度将来做商业的买卖，那所以有商主啊，就是我们讲的向导了，对不对？向导的领导就是向导，领导了这个商队一个队啊，像以前那个骆驼队，这一队就很长的骆驼队啊。你一走失了，管你带错了，你就枯死在沙漠里面了，那都要相当有经验，所以也名商主。所以佛陀领导，你看声闻缘觉菩萨正确的领导，都可以让我们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于缘不成熟的啊，只希望在享受人间的无益，哎，佛有善巧方便啊，修五戒，哎，一定得人生。其实五戒你修得好，就走入出世间法了。你要到天上，好修十善，一定可以到天上啊。其实修十善可以入菩萨道，因为十善一直提升到最后的身口意三业清净，佛出世了，所以都有善巧方便了。我常常讲这五戒不可思议啊，啊，那本来这五戒，那个只有四个戒，那第五个不饮酒啊，是后来加进去了。所以第五个不饮酒是遮戒啊，怕你喝了酒乱了性去犯罪了，所以遮住你不饮酒，你才不会去犯这四个戒啊，所以叫遮戒。这四个戒叫信戒，你不受你造了都有罪啊，这信戒杀盗淫妄啊。你看楞严经的根本修行就告诉你四种清净淫秽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四种清净淫秽，这是走入出世间法的出世间法的根本啊，所以是最重要啊，是最重要，四种清净淫秽，你照这样修，嘿，对不对？你觉得是那一定是得人生，所以得人生是修得不怎么好，这修了好了一定走入出世间法。所以你看我们去受那个在家菩萨戒，在家菩萨戒啊，是六众二十八轻啊，六众是啊，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不妄语，他是不沽酒，不沽酒，不卖酒，不送酒啊。所以啊，这受了菩萨戒，对不对？如果人家送你酒啊，
对不对？你这个酒也不能送出去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很怕人啊，对不对？如果你送了酒来，没办法处理了啊，对不对？对不对？我一个方法，回去给他供个婆，对不对？把他丢给他供婆，对不对？啊，因为你不能送啊，你不能让你送给我，送给你了，不，他不能卖，不能送啊，但可以喝，但你不能自己慢慢慢喝，不能自己在家里偷喝，不行。是因为你为了度众生，在一起的时候，为了随顺众生啊，他干弟弟的啊，然后该为他们说法。所以菩萨的菩萨的六众呢，是不沽酒啊，不卖酒啊，但是需要修四舍法，布施同事利行，哎，布施免以同事利行的时候，各位在弟弟，你知道吗？弟弟的为了接引众生。他不久，然后再一个是不是第六个六众嘛，是二十八亲，第六众是不说四众故啊，不谈比丘，比丘尼又不是一回，不说四众故。你看最主要是不是还是在四个杀盗淫妄？这菩萨戒啊，六众还是在杀盗淫妄，所以你不要看五戒是通出世间法的、啊、所以佛陀智慧广大啊，所以啊民商主是一个好的领导，都可以让你走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为小圣先让你证阿罗汉，就叫你回小向大；菩萨就叫你破无明成法身。人天道暗中给你注入了走入出世间法的因缘呐、啊，不可思议、啊。说夜明得脱 啊，得真正的究竟解脱了。也名大丈夫啊，这佛具三十二相的大丈夫相，所以大丈夫也就是大人物的意思，大人物啊，或者大丈夫，大人物啊，因为他具三十二相八十种水晶好，是个真正的大人物啊。所以你看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八大人劫经》，对不对？佛说八大人劫经啊，但是你要念慢一点。佛说八大人劫经，如果没有听过人，他说：“哎，怎么有这么胡说八道的人劫经？对不对？”是佛说八大人劫经啊。有一次我练太快，人就说：“哎，那我就保经啊，什么病？怎么有胡说八道人劫经？对不对？对，胡说八道人劫经。”我说：“不是的，是佛说八大人劫经。”所以你那打开版子，你要跟他介绍这部经，要读慢一点。佛说八大人劫经，因为你了解嘛，别人一听他不好意思问的时候，他会起疑惑啊，那我这种的经对不对啊？你看这八大人，八大人物所觉悟的八项道理啊，那八大人劫经，所以也名大丈夫，也名天人师啊，可以做人天的导师啊，也名大分陀利的、啊。大分陀利，分陀利啊，就是白莲花，大的白莲花，这白是比喻洁净、清净庄严，非常的清净庄严，所以也名大分陀利啊。这是从表法的角度来讲，表佛清净庄严，像大白莲花一样啊，出于污泥而不染呐、啊。也名独无等理，因为佛正法身呐、啊，看到法界一相。全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佛降生的时候就说到了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啊、就像你梦醒了、啊、看到所有的梦境就是一个心性、啊、所以佛看到法界就是一个心性，万法一相就是一个自己的心性幻现出来的境界、啊、但是呢嘿，这个境界不会消失、啊、因为它跟大家同共，我们跟司法界一切有情同共这念本心、啊、同共这个生命的原貌，我们没有离开这生命的原貌，现在我们就是回不到这生命的原貌，是因为你的我法二执啊，就好像这个空气本来是没事，但是小朋友吹气泡变成一个气泡在这里挥啊，那时候感觉上好像这个气泡把这个虚空包住，其实虚空没有包住啊，虚空是跟外面通在一起啊，所以虚空原不动了，是这个气泡自己在那飘来飘去啊，气泡一泡，哎，一破掉，整个虚空又连在一起了、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跟着生命原貌是整个的一体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我法二执像个气泡把你罩住了，你一破就整个都是你自己啊，啊，都是你。
都是你自己的法身啊，全体都是你自己的自信啊。所以为什么叫灵光独药迥脱根尘，一切都在你的心境幻现出来，先从体会到你的心境的佛性，再下来你就渐渐的就见到了啊，原来色身香味触法就六尘也是他幻现出来的，这种感受就是要一步一步而来的，渐次而入的啊。所以夜明独无等理啊，就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因为他见性啊。啊，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到，普愿见性同一体呀、啊，大家同一个体性啊。啊，那也名大福田呐、啊，也叫大福田呐、啊，也名大福田呐、啊。啊，供养佛陀，你能够供养佛陀，这个福报大的不得了啊！以前那个贫尼呀、啊，就用一个头发啦，啊，换了一点油啊，对不对？那去拿去点灯呐、啊，佛讲经就点个灯了、啊，那个福报之大，天上做天人，然后天人啊，这个在命中以后到人间做人间的皇后，这样来回七次啊，那、啊、来回七次，这个福报这么大，就供养一盏灯来供佛。佛讲经这张一种灯，那个灯还是用他的瓶里，他乞丐用他的碗装的，破碗装的一点油。啊，那一点油啊，他还不够，还用他的头发去跟人家换点油，那么一点来供养佛说法，得到的福报这么大，所以佛是大福田呐、啊，不可思议啊，也名大智慧海啊，像海一样啊，啊，无量无边的、啊、大智慧海啊，所以佛也称之为大智慧海，也名无相啊，真空觉相，我们的自信离有相，离无相。是个真空妙有，空明不灭啊！所以为什么叫灵光独药迥脱根尘？这个空明不灭，像虚空一样，但它不是完空，哈、啊，它有生命呢、啊，它有觉性呢、啊。这个觉性我们叫灵空，灵而空，空而灵，所以又叫做空明不灭啊！这空明不灭是无有相，无相啊！但无有相，无相，你怎么能知道呢？你怎么能知道它？在这里，在这里，在眨眼睛，在你日用平常都是他，你看的就是他变出来的。这灵光独药，你所接触的，你所思维，你的一切运作都是他，完全都是他，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这些运作啊。所以世界是依他而有，他是依比世界还早啊，世界才能依他而现前的啊，啊，而他的体现是空灵不灭，你看它不可思议啊！只能说它是一种功能，不可思议啊！这种功能会变成了，这个司法界啊，司法界的这个友情啊。那佛法界到了真正离的司法界，是一真法界啊，那就是就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那就一真法界，身土不二，像水面上的倒影，上面的倒影就是水面啊，只有水面根本没有倒影，所以只有自信，那水面是假的啊。啊，所以啊，你看这念自信，它可以变现司法界的一切万法，都是依他而有的 啊。可是它体现是无相，它的体现无相，那无相离有相，离有无相，它真空妙有。那你想，那真空妙有，它骗你空了，那没有，它骗你空，那真空妙有，我怎么能够看到它？这就是它。就是他，就是他，没有一法不是他。我现在在看书也是用他，任何的事情都用他。他灵光独药，迥脱根尘，一切法都是他。你现在先体会到这种心法是他，慢慢慢慢再用功，再用功，哎，开始色法又融进来了。光线是他，声音是他，这香臭的味道是他，其实什么都是他，水也是他，啊，物质也是他，最后连石头、大山。日月星辰都是它，它是空的，空尽的东西，慢慢就融进来，慢慢融，一样样融，一样样融。那先容易体会到，就是从佛性这个角度，从有情众生生命体的佛性体会到，然后它才融进去气世间的这个物质星球物质，它也可以融进来，你就会感受到，等它融进完全相应的融进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万法皆空啊，万法皆空，第一空啊！但这个万法还存在，虽然皆空，它还有这个形象在。所以讲万法皆如啊，万法是有情无情，万法皆如，始终不变，一致而无差别啊！那就是感受啊，一步一步来的感受啊！啊，所以啊，也名无相，也名具足八字啊，这是从这个
这个藏教啊，藏教他们要证须陀洹果以前啊，要证的八字，如来是什么？他不需要这八字的名相，他完全相应了。他的我们讲的消归自性啊，已经养成习惯了。消归自性，你不需要再去想到这八字的境界，他完全就是这样，那感受就是这样啊。啊，这具足八字，所以须陀洹果见四圣谛的理，他根本不需要说我要修行，我要远离无义，他不需要，这完全在他理里，他自己看到这无义，他自己远离，他修道他会自己努力，那是消归自性。所以当你要证须陀洹果以前啊，你要证了这八字啊，所以这佛具足这八字，这八字叫做什么呢？叫苦法字、集法字、灭法字、道法字，还有苦类字、集类字、灭类字，还有道类字，这是苦集灭道，这四圣谛开出来这八字，八字成就以后，一刹那，入啊世间地位，世间地位再入就须陀洹果了，人间天上七幻三世成阿罗汉，而且八字啊，如来教导了，所以当然如来具足这八字啊，所以也名具足八字。你看这八字的内容，对不对？他这么多苦集灭道的苦类字啊，这个苦法字、集法字、灭法字、道法字、苦类字、集类字、灭类字，哈、啊，道类字跟佛则绝也，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境好，真的是意义都不同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意跟义是名都不同啊，名义啊。啊，所以具足八字如是一切意义名义啊，所以前面所讲的都是意义名义啊。善男子，是名无量义中说无量名啊，啊，这是从无量义中啊说无量名，就是佛这个字本身就是无量义啊。你看这统摄成十个名号啊。十是表示圆满了、啊，表无量无边的、啊，但有这无量名，而这无量名本身又有无量义，所以不可思议啊！所以从《华严经》说，如果你要解释这个佛字啊，哎呀，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把它磨成微尘，一微尘代表一个句子都讲不完，所以真的是无量义中说无量义啊，无量名呢、啊。这无量名，每一个无量名中又具有无量义，而每一个无量义中又具无量名，啊，这个是讲不完的，是无穷无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看这个经文啊，还有，复有义说无量名，所以如因，也名为因，也名颠倒。也名为地，也名四念处，亦名四时，亦名四数之初，亦名为有，亦名为道，亦名为时，亦名众生，亦名为事，亦名第一义，亦名三修，为生界心，亦名因果，亦名烦恼，亦名解脱，亦名十二因缘，亦名声闻辟支佛，亦名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亦名过去现在未来。是名一义说无量名，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讲快一点，因为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你看，他前面是这个，好，前面你看一义，我们请看这个，好，一名，好，这。个六百五十页第四行，因何一名说无量名，又如涅槃，也名涅槃，也名无生，对不对？啊，这是从涅槃的境界上来讲，用各种名相来表达涅槃这个意境啊。那现在也是一样，复有另外还有一义说无量名，哎，前面是几涅槃的法义，一义。说无量名啊，这个啊，一义说无量名啊，前面是从人来讲，不是涅槃啊，对不起啊，我算错，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
第七行下面，因何一意说无量名，又如第四也名第四啊？这一个意义，其实就是讲第四天王四体梵音。可是四体梵音有这么多的名相啊，一个意义说了这么多的名称，这是从啊前面从人啊人的名称来讲，那这里是从法的名相来讲。刚才前面那个一意说无量名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那这里是从法义上来讲，从法义的角度来讲，它有无量名啊。或者接下来啊，从法义上来讲，也有一个意而说无量名，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度化众生啊，众生他的所知啊，他的见解，他的习俗，他的生活习惯，他的智慧，他的根性，哪一种名相他可以接受啊？他能够令他能够得悟处啊，最起码能够得个解悟，能够明白，能够依教奉行啊。所以还有一意说无量名，前面是从人物来讲，这里是从法义上来讲，一意说无量名。所以如因也名为因，也名颠倒啊。所以如五因。五音这个字，如音这如五音，受受想行识这五音，那这五音，音一个字就代表五音，受受想行识这个音，啊，它可以说无量名。你看，也名为音，它当然就是音介入的音嘛，啊，我们常常讲，音介入这三颗法门，音就是五音，介是十八介，入是十二入，啊，五音六入说是十八介，对不对？这四颗法门，所以。也名为因，也名颠倒啊，用这有漏，那也名颠倒啊，啊，也名为地，所以当你有漏了就是颠倒，受受想行识往外攀缘，有漏就是颠倒啊。那也名为地，那无漏就是地，无漏就是四圣地的地，为什么呢？啊，这个有漏无因啊。是苦地啊，有漏的五音啊，是苦地，是苦集啊，苦集啊，有漏的五音啊，所以为什么颠倒上叫苦集啊，颠倒啊，啊，你着急了，过去生着急的这个造诸恶业啊，啊，那今世感得的受报了，所以这个。也名为地，为什么有漏的五蕴是苦集啊，而无漏的五蕴是灭道啊，无漏五蕴 啊你要修道，借着这五蕴法，五蕴就是我们的根深啊，根深世界，借着这五蕴法来修灭道啊，所以也名为地啊，啊，对有为来讲，众生的苦集来讲啊，是颠倒啊，那也名为地啊。那有漏的五音是苦集啊，无漏的五音是灭道啊，所以也叫做五音，又叫做地啊，地就是四圣地，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有漏是苦集啊，无漏是灭道啊，才能够证得解脱烦恼啊，无漏是远离烦恼了、啊。也名四念处啊，四念处是他有他所观的境界，所观之境界啊。啊，那四念处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啊，那这也名四念处。那观身不净，如果从五蕴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观色不净啊。啊，那第二，那色受想行识，第二个受是观受是苦啊，对不对？啊，那第三个三念处是观法无我啊，但是在这五蕴里面是观。受想无我 啊，所以受因，如果你证果的时候，受因都变成般若了，就变成般若了，想就变成都变成智慧了。所以，当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这所有的顺逆苦乐境界，通通化为般若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你不会去受这个苦乐之觉不会受这种感觉，苦乐这种感觉啊，所以叫不可思议解脱啊，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所以呢，受
观受是观想跟行是无我的，所以在五蕴里面啊，观受不净，观受是苦啊，观想行无我啊，观事无常啊，事就是心事啊，啊，那在这个四念住里面是观心无常，那心意识是一体的、啊，所以你看受受想行的事，在这个四念住里面是观事无常，所以也名为四念住，那也叫四念住。这四念住，因为它依五蕴来讲是观色不净，观受是苦，啊，观想观行无我，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我是执着，然后，啊，这个观事无常，啊，这是所以。也名为四念处、啊、所以这五蕴你看有这么多的角度 来做说明，你这样知道了啊。观色不净，观受是苦，观想观行无我，观事无常，所以也名为四念处，也名为四识，四种识。为什么呢？色音有断食，有这个身子的色音有断食啊，我们要吃早餐中餐晚餐啊，叫断食，叫断食。那四音有四食，四音呢有四食。那这个行音有思食跟触食这两种啊，我们色身啊，这色法有断食啊，那行音有思识跟触识这二识，那识音有识识，像地狱的众生就是识识，啊，好依识而识啊，所以也称为识识啊，依着受受想行识五音，它一个名称叫识识，我们都没听过啊，但对一类众生，他听了都知道哦，这五音识识。啊，色音是断食，一段一段的断食，啊，那这个受想啊，这个色音有断食，那色音有事实，行音有思实跟这个触实这二种实，所以也称之为事实。也名四识住处，为什么说四识住处呢？因为呢，色受想行识去掉了色法，这受想行识这四个都是心法，所以又叫做四识住处。因为这四个心法都是四心的分别啊，受想行识啊，啊，都是你的心识的分别啊，所以也名四识住处。啊，所以对一列众生，哎，他对着四识住处，你跟他讲五音，啊，他不甚明白；一讲四识住处，他能够领会，啊，这是心的分别，他能够领会呀、啊。也名为有，啊，所以这个五音也名为有，这有是指三界二十五有，啊，我们这三界二十五有都不离这五音呐、啊。不理这五音有五音法，所以也名为有，也名为道啊。因为你借着这五音的修行，你可以证果。你看，在我们《楞严经》里面讲，修行破五音有五十，每音都有十种音魔，破受受想行识啊，各有音魔，在这都有十种这个五音魔境。所以你这个一层一层破到最后，破四音。正法身成为一切诸佛，所以借着这个五音法啊，而也名为道啊，也名为有，也名为道。借着这个五音法修行，能够证成道果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五音法的修行，可以从有漏的五音，就是有烦恼的五音，而证入了无漏的五音。所以这五音有凡夫的五音，有声闻的五音，有缘觉的五音，有菩萨的五音，有如来的五音。所以也名为道、啊、所以
借假修真啊，借五蕴的假，而修这五蕴的真实的体性，就是真如，就是佛性了、啊。所以啊，《楞严经》讲会四科即真，圆章即性。这四科的五蕴六入说出十八界，这五蕴排前面，就告诉你这五蕴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了。所以也名为道，借假修真，从有漏的五蕴而入无漏的五蕴，所以也名为道，也名为实。因为这五蕴有次第，像我们凡夫五蕴啊，那个受蕴是接触了，哎，看到了，接触了，接触了，那一念接触了，作意的因缘接触了。受音生出来了，然后临那受音，然后了别响音，然后思想牵牛造作行音，然后最后八识的集合的运作变成了思音，有了业识了。所以啊，业名为识，因为只有时间次第的这个牵牛啊，一念看到了，然后临那啊，然后了别啊，然后起心动念，思维牵牛造作，最后有了业识了，啊，所以这个四蕴是指着我们八识的集合的运作了，啊，有了这个业识了，所以业名为识，业名为众生啊，众生就是五蕴合合，五蕴众生啊，这五蕴合合而成这众生的相，业名为识啊，这五蕴之相就是世间五蕴啊。那也名地狱，所以世间现出来这五蕴的相，我们看这世间的相是五蕴之相，所以也名为世啊。那也名地狱，而这五蕴之体就是真如啊。所以我刚才举《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会四科即真，圆章七大即性，所以这五蕴的体它就是真如，所以也名地狱啊，地狱啊。也名三修为身界心，这五蕴哈、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是身，啊，那受想行识是心，所以身，啊，有七支戒法啊，那心有贪嗔痴，所以这五蕴也名三修啊，为身界心啊，这身口意啊，这三个修啊，所以这五蕴也是三修，身口这属于身。啊，那心啊，这个贪嗔痴是属于心的，所以也名三修为身界心，也名因果。那善恶的五因是习因，是你的习气的因，是善恶的五因，这个五因。那报因就是名果，名果。当你有了因，那就感果了。所以善恶五因名习因呐、啊。报因这名果了，五因之果了，他得到果报了，也名烦恼了，也名解脱了。烦恼是有漏五因名烦恼了，那无漏五因就名解脱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我们以为五因就是凡夫这五因，五因有凡夫的五因，有解脱的五因。这解脱的五因里面有声闻的五因、缘觉的五因，哈。菩萨的五蕴，还有如来的五蕴啊，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说明了？我们看了这十二因缘法啊，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我们生死的由来，生死就从将来的。对诸佛如来，是三德密藏，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的常乐我净。他用的是理具三千，所以啊，这。五蕴可以是烦恼，也可以是解脱。如果你用的是理具三千的，这五蕴就是如来的五蕴了、啊，啊，那就是法身般若解脱是最圆满的，哈、啊，大机大用，啊，大用现前是不存鬼则啊，啊，所以也名解脱，也名十二因缘呢。这十二因缘不出心色二法。这十二因缘，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其有，不出这心色二法。这五因就是指的心色二法，所以这五因法也就是十二因缘。所以你看，光一个五因一个名相，有这么多的解说啊，这么多从各种角度有这么多的解释解说嘛。也名声闻辟支佛，也名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呐 啊,
啊，所以你看，可以是这个入这个初三界的四圣法界，也可以入我们六道的这个生死轮回法界，乃至于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啊，都不离这五蕴呢、啊。啊，你看这里面把人天呢、啊，啊，这我们六道三界的六道都不离这五蕴，所以这五蕴包括世间，包括出世间，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五蕴有声闻缘觉，啊，声闻五蕴缘觉，五蕴菩萨五蕴，还有如来的五蕴。如来五蕴用的是礼具三千，如来五蕴就是三德涅槃常乐我净啊。所以啊，也名声闻辟支佛，也名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也名过去现在未来啊。这因为以这个六道三世具有五蕴，所以也名过去现在未来啊。啊，是名第一义说无量名啊，是名一义说无量名，这是从一个意义，从个法相名词的意义，而且有这么多无量名，这无量名都有它表达的内容啊。那前面是从人物来讲啊，一义说无量名，这是从法义上来讲，一个法义有这么多的名相，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名相？为了众生的根性，还有他的习俗啊，还有他的认知，他对哪一个名相他的认知，他能够理解啊，能够悟入啊，所以佛能够观机说法，所说的法语能够令众生能够悟解，能够了解啊，因为了解你才可以去实践啊，所以这四名一义说无量名。好，那时间已经啊到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四名一义说无量名，好，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